我真的压力好大，我真的好害怕失去你，我真的怕今天晚上你不答应我的求婚。转眼间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了，这几天我一直在回想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我真的希望今天晚上九点钟你能答应我的这场求婚。还有贵哥，我和你素不相识，作为一个旁观者，你既然这样对我，今天晚上九点钟我们也做个了断吧。希望所有人今天晚上九点钟都能来到我的直播间，为我这一场求婚加油。我也不知道我成功还是失败，如果失败了，我会永远退出这个互联网。希望大家能来支持我，所有人点视频上方预约直播，今天晚上九点钟。